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来到新闻时事报，我是徐伟玲。来看昨天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与习近平在中国大连二度会面，只是距离上次见面才时隔40几天，这次要聊的究竟是什么呢？有时事评论员就分析说，该不会金正恩为了接下来的川金会要飞到新加坡与美国总统川普会面，是要来跟中国借飞机的吧？两韩峰会结束才10天，前脚才刚离开韩国的朝鲜领导人金正恩马不停蹄昨天到中国大连报道，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不但闭门谈话，还漫步海边谈心。只是两人距离上次见面只隔40几天，到底谈的是什么？中国官媒有答案，指出习近平金正恩聊的没别的，还是最近最热门的朝鲜半岛和平议题。不过外界多有揣测，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教授石英红认为，双方会有第二次见面，是金正恩在与美国总统川普会谈前忐忑不安的表现。金正恩希望大力争取中国颇具规模的经济帮助，减少对朝鲜的制裁。另外，日本共同社也指出，西京二会凸显两国关系日益密切，习近平有意展现中国在朝鲜半岛的影响力，对美国川普政府进行牵制，试图在半岛新体制建构过程中掌握主导权。另外，还有时事评论家刘瑞绍分析，金正恩可能还有一个不可告人的秘密任务，那就是想跟习近平借飞机，让他可以前往第三国新加坡与川普会面。怎么说呢？虽然金正恩有一架私人专机，但这架喷射机最大航程只有2100公里。换句话说，除非专机在中途降落加油，否则恐怕无法一次飞抵新加坡。这时候就必须借助中国飞机了。刘瑞绍还认为，除了中国之外，朝鲜几乎无法找到其他国家提供协助。如果中国答应借飞机，意味着透过满足朝鲜需求，可以证明中国对朝鲜依旧拥有特定的角色与立场。朝鲜要与美国对话，这回还得要中国合作间接批准才可以。习近平金正恩二度会面，朝鲜官方媒体全文刊登金正恩的感谢信，感谢习近平热情款待，强调双方再次会晤对进一步加强两国战略合作没问题。川金会在即，金正恩忙着跑外交。新闻时事报徐伟玲整理报道。